要拆除的这个楼，它就处于这个闹市区，基本上它的周边全是高楼，这个环境比较复杂，也就相当于对爆破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。一个它离周边这个高楼都比较近，另外一方面你这个周边你不能把人家不需要拆除的这些楼伤害嘛，所以呢它要求你这个包括的震动呀，你包括你的废电物啊，这些都不能太多。那你们就是爆破完以后，对这个周边这个有没有一些没有，完全没有伤害。它原来是长治市体育局的办公大楼，然后它是市政府在这块又重新规划一个体育公园的项目，所以它这个楼需要拆掉。